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。这里是哪里？我应该在睡觉的呀。你这小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何时上了我的船呢？哎呀，年年中原都要出点岔子，这一回却让我莫名其妙宰了个生人。哎呀，这可算怎么办呢？不再生人，中元节，这船是……嘘，不可说。小伙子，只要你保证你不离开这艘船，我保你安然无恙。鸡叫第三声后，我会将你送回来。船家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你可否带我去找一个人？为纯白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。你可想好啊，若要找你想找的那个人，你势必要走一趟黄泉路。我想好了，绝不后悔。哎，若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未必保得住你啊。你我尽力而为就是了。天空透露着微光，生人的味道。小船啊，你胆子够大，还不快将生人献上来！啊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有这盏灯在，他进不了这艘船。好香的生人味儿 啊！不好，他要掀起忘川水，抓紧了，我们必须快点渡过这一段河流，不能沾到一点忘川水，知道了吗？刚才那是什么？嗨，趁着放假出来溜达溜达的鬼，和你们生人喜欢五一国庆出去旅游一样。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你就是在做梦，赶紧想点好的，回你的床上继续躺着去。我一定要去找到他。船家，你每年中原都会像这样载着一个人来往两界吗？谁说船上就你一个了啊？当我没问，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嗨，瞧你吓的，就这胆子还想进冥府找人呢？我当然会怕，但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哎，究竟是什么事儿这么重要啊？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。怎么？我每年中原都会放百盏河灯，竟没一盏到你手里，为你托生。好漂亮的河灯，你是为了给我送这个专门来的？嗯，谢谢你。满意啦？啊，花这么大的力气就为了给个女鬼送一盏河灯，值得吗？那盏灯能照亮他往生的道路，
你说值不值得？天要亮了，我送你回去。多谢。